新浪湖北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2018，我也要感谢我的家人、我的工作伙伴和所有默默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我的，预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新浪湖北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朱勇。1月14日，邀请大家一同关注湖北互联盛典纪委部之夜。